因果本来就是凶，如果不凶，那就不能叫气蛇。莺歌舞其实在潮汕地区，它的作用是作为游身队伍打头阵的开路先锋嘛，打扮成让人敬畏的形象，驱散路上的人，为游身队伍开路。然后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动画里面去表现这种感觉，包括莺歌好汉的那种神韵。这几天我也看到了演员上行头，画上脸谱，扮演成了水浒好汉，就好像被附身了一样，这也许就是他们对角色的尊重吧。所以我尝试在动画中把脸谱的眼睛处理成发光的白色眼睛，增加莺歌角色的气魄威严，这也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神圣感。各位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看动画？喜欢。你们喜不喜欢看莺歌舞？喜欢。今天就给大家带一条创作的莺歌舞的动画给大家欣赏一下。七点当前重重咱们王霄转营太江等会我有三次机会声当埋伏，我命无边大情，大恩寡恨，可以化之。那希望小朋友能感受到他的燃点啊之类的，这个喜欢上莺歌舞，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是第一次看，很震撼，很有气势，跟真人打的都没有什么区别。小朋友来看比我们还更加容易认识和容易懂。那个舞姿啊，套路啊，有几个还是比较还可以。休息的时间还长，路还远。莺歌啊，有传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内心是比较高兴的。From centuries-old performances to animations and children's class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ingge dance has not only entered public squares and streets, but also online platforms, with some videos garnering over 1 billion views.